主料黑豆，辅料糖水。黑豆前一晚要开始泡，泡好的黑豆拿到料理机里，然后把料理机里打好的黑豆放到煮沸腾里的水上。因为我的时间有点匆忙，没筛，有时间拿筛子筛一下。煮沸腾后，加糖洗甜的人就多放点，根据自己喜欢，把表面的泡泡弄掉，黑豆浆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豆浆加几个包子，美美的早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